情况，就算我喝多了酒，你也不能对我做出这样的事情啊！流氓！你自己看看，干什么？你吐的满身都是，你这样的女人，有谁会喜欢？你干嘛拍我？你神经病啊！麻烦你酒量不好就少喝酒。要你管！我不管，难道把你扔大街上？就算是这样，你干嘛要脱我衣服啊？ 你胃里的生蚝、扇贝、羊肉串、兔的满身都是，你不换衣服怎么睡觉？你愿意我无话可说。你都看到了？看到什么？你说什么？周小姐，你真的想的太多了吧？我把你送进宾馆，完全是出于同情和怜悯。我对你这样粗线条的女人完全不感兴趣。你说什么？啊？粗线条的女人？你省着吧。 看就是得了便宜还卖乖，我得了什么便宜了？一会儿你跟警察说。你的衣服是酒店保洁阿姨帮你换的。你真的没有？我绝对没有。来来，你们两个，保释你们的人来了。啊，叶主编您好，我是伊尔的律师。 艾家总监易打电话，我去立马赶了过来。你好，小姑娘，你们的事情已经调查清楚了，你的衣服确实是酒店的保洁阿姨给你换的。啊，那这样的话，你们两个过来在各自的笔录上签个字吧。在这儿。嗯，来吧，小姑娘。 在这上面签个字，以后再想告他的时候，这也可以作为证据。警察叔叔，我不告了。好，虽然是个误会，小姑娘，但是我还要叮嘱你几句啊。你们小情侣之间吵架可不归我们管，但是因此报警就属于妨碍公务，知道吗？我知道了，下次遇到这样的事情，我再也不报警了。不是不让你报警。 是要有紧急情况才能报警，好吧？哦，行了，你们都回去吧，可以走了。主编，你先回去吧，剩下的事我来处理。嗯，好。周小姐，每次看到你，你都能让我大吃一惊。 说吧，你们俩之间到底发生什么事？董事长，事情根本不是你想的那样。周小姐，你说，你想要勒索多少钱？什么？勒索？一个喝醉酒的女人和我儿子到酒店开房间，这不是勒索是什么呀？董事长，你误会了，我没有那样想。这么说？没有那样想？难道你和我儿子的关系很深厚吗？你先出去吧。 你好好和董事长解释清楚。主编，对不起啊，我也不知道事情会变得这么严重。你别这么看着我，要不然你骂我吧，反正这次我绝对不会还口的。你觉得我骂你有用吗？那你就扣除我一个月的工资。 你是不是脑子不清楚啊？现在这件事情的关键是怎么将影响降到最低。那怎么才能把事情的影响降到最低啊？周助理，你还记得昨天那座桥吗？怎么？是不是背着一个女孩走完全程，两个人就会彼此相爱？传说是这样的，不过我也没有走过。 那昨天晚上我背着你走完全程，难道这不是上天的旨意吗？你说什么？
你到底想干嘛？我们谈一次恋爱怎么样？你该不会是早上出门脑子被车门夹了吧？你好好想想，这件事情对你我都有好处。好，而且事情变成这个样子，都是由你造成的，你必须配合解决。只要我们假装谈恋爱，负面新闻就会烟消云散。我早就应该猜到，你不会安什么好心，想让我出卖我自己的感情，我做不到。外面有一大堆女生啊，你随便选。我到底是哪里得罪你了？你为什么总是跟我过不去啊？很简单，因为我们彼此都不可能会喜欢对方。什么？我们彼此都非常讨厌对方，而且我绝对不会喜欢你这样的女生。你又那么有自知之明，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品质。对，我不光有自知之明，我更知道自己需要什么。我知道你比较难接受，所以你放心，报酬方面我绝不会亏待你。我的确是经济困难，但是我也不会出卖自己的感情。虽然我是你的下级，但不代表你可以不尊重我。我是受过伤害，但是我仍然相信爱情。我也渴望升职，去施展我的抱负，但是我更希望是凭借我自己的努力，一步一个脚印。对，大学毕业之后，我就没有做过什么像样的成就，但是我的初心就没有改变过，所以我绝对不会陪你玩这种小孩子的过家家游戏。对不起，主编，我还有事情要做。不要再跟着我了，主编，我向你重申一遍，我要尊重我的感情，请你尊重一点。你不要再跟着我了，我想去洗手间。我也要去。